来到小星星的日文教室。今天很开心来教大家我们最简单的从平假名 IUL 开始哦。好，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字，五十音的母音就是我们的 R E U L， 第一个字啊，好啊要怎么写呢？好啊的话呢，来第一笔下去直的，然后呢大概在三分之一的地方要有弧度，平假名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弧度哦，最重要的地方弧度，然后呢大概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打一个大大的阿法。好，到这里结束了，有没有很简单？好，来跟我念一次啊啊，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呢是这里头要出来，还有这里不可以往下，就大概到这里做节点，可以吗？好，那知道说啊有什么单字呢？啊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很好，这是我们大家最常听到的哈。好，那我们来写咯，阿里嘎多，很好。好，以罗马拼音来讲呢，这就是 a a r， 阿里嘎多，来跟我念一次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好，很好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就是第二字咯，一的话呢，非常非常的好写哦。一的话呢，停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第二个字一，一的话呢，很好写哦，记得弯弯的地方，弧度，弧度翘起来，左长右短。好，来跟我念一次，一，一，好，以罗马拼音的母音呢 ，a i u e o， 我们现在是 i 咯，那一有什么单字呢？一对，好，很好，通常男生都会讲这个单字呢，但是其实它是这个字来的，痛，正确的念法呢，应该是一代，来跟我念一次，一代，一代，嗯，很好哈，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的一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三个单字咯，我们的母音呜，呜的话呢，它有点像一个耳朵，先来一点小的弯弯的，再来一个弯弯的耳朵，特别注意呢，它是比较是像这样子的长条形的，请不要这样写哦，写快一点的时候当然没关系，但是在一开始我们要求写正确呢，呜，来跟我念一次呜。好，母音 a i u o a i u o u 是我们的 u， 那 u 有什么单字呢？好 ，umeda， umeda， OK， 好 ，umeda 呢，大阪呢最好玩就是北梅田、南南坡呢，梅田 ，umeda， OK， ume 就是梅子，所以很常大家会喝什么 umeshu， 有没有梅酒？就是这个。好，来 ，umeda， 来跟我念一次 umeda。umeda。好，再来，我们要进到第四个单字了。好，第四个单字呢是我们的 r e u a 的 a， a 的话很好写哦，第一笔画直的下来，它是从衣服的衣这个字去来的哦。其实我们每一个字都有字源，第一个笔画下去之后呢，斜斜的拉过来，倒一个像一个 h 的东西弯过来拉直，就是我的 a 了，有点像直，对不对？好 ，r e u l o 的 a， 来跟我念一次 a。A， 好 ，A 有什么单字呢 ？Aki， 很好 ，Aki 是什么？我们去日本玩这个字哦，请务必大家要记得哦，因为我们常常要找的就是车站的车站，对不对？很好哈，来跟我念一次 Aki，Aki， 好，来再来，我们要进到第五个单字，我们最后一个单字今天的 O 咯 ，O 很简单，先写一个一，在中间一半的地方呢，倒一个圈圈，很好，然后还有一点呢，好，不用纠结。就在它的左上角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要注意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一点不要忘记。还有呢，这里到这里为止就好了，请不要往下拉。好 ，a i u o a i u o 是我们的母音的 o， 来跟我念是 o o。那 o 有什么单字呢？おいしい。おいしい，很好呢，大家最常听到日本人就讲这个单字了哈。おいしい，おいしい。好，来跟我念一次，おいしい。おいしい。おいしい。哦，一系。好，在这里呢，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技巧哈，日文的母音就是 r e u l。当你发现在单字里面呢有 r e u l 在后面的时候呢，记得在发音的地方要注意，要发连音哦，就是要发 o i 拉过去跟 c 拉过去，不可以发 o i c i， 这要特别注意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喽。拜拜。
拜。我靠，你都看完了还不赶快订阅，赶快订阅吧。